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几天一直下雨，今天来发现这个辣椒有的倒掉了，有的快要倒。这个是之前没有用竹子来固定，今天有发现到，就把竹子给它插着固定，以防后面会再倒掉。这有一点辣椒红的，那就先摘一摘。这边有一颗朝天椒啊，这个已经爆开了，我摘下来给大家看。这个啊，这是熟了，这个里面有籽，我们之前就是用这里面的籽来撒，然后它发芽起来，再做移籽的动作，然后这个发起来了，这是移籽的，所以就长得还算不错啦。不像外面买的很大颗，它种了一下很大，不过看起来块头还蛮好的。对了，这旁边这个啊，这个不是辣椒，这个叫牛角椒。旁边有种一点，这个就牛角椒，这个其实这个可以摘来吃的。这个小颗的时候我们不摘的话，它就会比较不容易长大。像这个，那大的我们就要把它摘掉。其实小颗的时候先把它摘掉，像这个小颗有的先把它摘掉，不要让它再结在这边。这一颗才会大颗，不然你小颗就结果了，它就不容易长大。鸭子，然后这个稍微拉它就断了，很简单。这一颗倒了，我把它先摘起来。这个是牛角椒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先把它固定起来，用这个绳子啊，跟它绑住。大家好，今天这个朝天椒跟牛角椒大致上已经整理完成了。那喜欢我记得按订阅、赞及分享，谢谢大家。